升不加，老板一说升职，屁颠屁颠就加，心急，已经被老板抓着了，还能说我就不干，我就不加班吗？那还不是看人下菜碟？我们平时让他加，他有加过吗？不可能呀！为了当上什么于总，把大学就在一起的男朋友给踹了，还鼓动于总把他前男友给辞了。难怪他连翘起鸡，人家这心机手段多牛，你们看都行。于总不会真的和他，估计就是玩玩而已。我们出去谈论，你觉得那些和你一起热聊上司私生活的人，现在在一块聊什么？他们现在肯定在聊，都是姚倩的嘴闲。幸好被发现的是他，不是我。一个靠话题维系的团体里，人活不活在身边不重要，最终都只会活在别人的嘴里。你的所有价值变成别人几天的娱乐，你不觉得对不起自己吗？